哎，你怎么还在这打球呢？哎，你这扣分了啊？不是哪扣分了？别了别了，该我了该我了。什么呀？该我打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能不能认真点啊？不是，你要干嘛呀？哎，我给你发消息，为什么不回我呢？回什么？我们没什么好说的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对我很上头吗？不是很喜欢我，不是要追我吗？追你的时候你爱搭不理，装高冷的姿态。现在不搭理你了，你又天天给我发消息，吃了没睡了没在干嘛？你怎么不理我？现在又跑过来找我，你见不见？不是，谁知道你追着追着就不追了呀？我这个人本来就很慢热，慢慢来不行吗？哪有一上来就要谈恋爱的呀？你脑门上有进度条吗？我怎么知道要追到哪呀？你不接受，不主动，不负责，不拒绝，我对你热情，你说我不给你空间，我保持距离，你又说我忽冷忽热，我卑微不行，高傲不行，主动不行，不主动也不行，你想让我怎样？不是你连这点耐心都没有，我怎么和你好好在一起啊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对谁都这样啊？而且我之前听说你谈过好几个女朋友，而且是……我对你的热情你感受不到，真诚你感受不到，细节也感受不到，那你就从别人嘴巴里面了解我呀。那你和以前一样好不好？我已经开始慢慢适应有你的日子了。你当然适应呀，你想玩了我随叫随到陪你玩，你饿了我就带你去吃好吃的，你生气了我就哄着你逗你开心，哪有像我这么用着合格顺手的备胎啊？就算是备胎你也不能那么随意说放手就放手吧。我并没有那么随意的说放就放呀，我也没有像你那么洒脱，其实我内心中也挣扎了无数次，只不过我每每想到那个时候我一次次的放下尊严的去找你，那么卑微的去面对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下定决心了。至于你怎么办啊？